天晴，他就是那个可以陪我走完这一辈子的人生伴侣。可是你不承诺喜欢的人，我们肯定尊重。我们只是希望以后啊，有更多的时间，可以让我跟承诺的妈妈好好认识你。好，谢谢陈伯伯。我们边吃边聊吧。好，来来来来，是，这个先给你啊。啊，谢谢陈妈妈。来吃一个啊。谢谢陈妈妈。汤啊，喝个汤。哦哦，好，谢谢。来吃吃吃，来。来，陈妈。天晴，我刚刚有个工作的电话忘了回，我去打个电话。天晴，我去打个电话，你们先吃。好，你先忙。谢谢。怎么了，康姐？今天应该是开心的场合吧？我很开心，能够参与天晴见男方家长这么重要的场合。哎，奇怪耶，这承诺电话怎么讲这么久啊？饭菜都凉了。客户比较重要。哎呦，你就别管了，快吃快吃。不然我去看一下发生什么事了，你们先继续吃。嗯。谢谢你这么费心的安排。是我才要谢谢你，把这么可爱的天晴生下来。我答应你，如果天晴愿意，我一定会一辈子照顾她，不会让她再受苦。谢谢你。进去吧。这是真的吗？天晴。